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汕头龙眼南路夜市的美食。夜市美食绝对是让人难以抗拒的。汕头地道的龙眼南路夜市，你不仅可以品尝到各种地道美食，还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潮汕文化氛围。跟着我的镜头带你一探究竟。现挂现烤的，也可以拼两口、三口，要不要拼？会拼的吗？对对对。那我要一份拼的吧。三个口味15块。哦好。好不好？好的。多了3块钱，那猪肉不叫韭菜。好的，我要猪肉的。要葱吗？这是你的吗？对，要香菜跟葱哦。也是这样子。这样子就打包。拿着就好了。Thank you.
饭。你要先付款。刚才你老公问我付了没有，我说付了。